silver stars, right where we broke your heart. Girl, you know I'll give you anything. I wanna hold your hand and say the words you never said. I'll make you promises you can't believe. Let me be the one telling you it's alright, sharing the smiles and tears you cry. 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这次的主办单位怎么说。首先，我们邀请这次的主办单位台北市电脑工会的杜全昌杜总干事上台为我们致辞，我们有请杜总干事。各位记者小姐先生，还有各位厂商代表，大家好。一年一度游戏界的年度盛事，就是台北国际电玩展台北 Game Show， 马上就要从下个礼拜五开始，连续有五天的时间在信义展览馆开始来举行。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就像各位所看到的叫玩出一片天。今年的特色可以说有三样的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所有玩家所关心的，就是今年的试玩的机会是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机会也是很多。今年一共有62家的厂商，推出超过100款的游戏。那其中呢，特别有12家的厂商，他推出了20款的新游戏那我想这些新游戏有很多都还没有上市是提供给我们的玩家可以先睹为快。所以这一次来参观我们的台北 Game Show 一定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而且现场呢，厂商还会提供超值的这些像福袋啦还有像一些宝物都会超值的来回馈。那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今年的比赛的这个竞技很多那最主要的有两个比赛那第一个比赛是林胜所举办的 THQ 战锤，那这次会产生亚洲区的总冠军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赛呢，是第一次到台湾来举办的一个叫 Intel 极限高手杯的一个大赛，叫 Intel Extreme Master IEM 的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我们非常高兴这已经是第4届了那这个2010年的亚洲区的这个决赛地点主办单位在像 China Joy 在韩国的 G-Star 还有台北的国际电玩展那这个选择，那其中在最后呢就决定这一次的亚洲区的比赛那就要跟台北 Game Show 来结合。那在这一次的展览的里面我想会有来自10个国家的选手来参赛那总奖金呢，大家很关心那个高达台币呢156万那胜利的队伍呢，3月份还要到德国汉诺威去参加一个全球的冠军杯那这个冠军杯的奖金如果核算成台币有1600万那这个精彩的比赛可期我相信这个比赛一定会非常有可看性那除了这个竞赛之外呢，这一次这个 IEM 本身还有一个体验区那这个体验区也是提供给玩家试玩的那特别它其中包括像轰动全球这一次 3D 电影阿凡达所改编的一个游戏那另外还有最近引起游戏界非常热烈讨论的 Microvision 这个雷射投影步枪这个欢迎大家拭目以待那第三个特色呢，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次推出一个 MIT 游戏的精品馆。
那大家都知道，在已过的一年啊，这个虽然金融海啸，不过游戏业界还是这个一枝独秀啊。这个现在宅经济的话题仍然是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啊。那我们的统计是说，游戏产业的股价本益比从97年的5倍啊，现在已经是20倍了啊。那另外，游戏产业整个股价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产值啊，现在已经到1000亿台币啊。那我想这样一个丰硕的成果，包括已过这一年啊、在啊、外销这个部分呢、啊，我们的国产的游戏也有很丰硕的成果啊。像譬如说，像这个中华网龙啊的这个中华英雄啊，像雷爵的万王之王，像大宇的这个千剑奇侠，都在海外有一个啊很好的成绩，非常恭喜啊这一些啊非常努力研发也有丰硕成果的这些厂商啊。那这一次我们为了让大家认识啊在我们国家里面值得骄傲的啊这些国人自制的啊新的这些游戏的精品，我们特别邀请了超过20家的业者共同来发表 Made in Taiwan 的自制游戏。那我们2月5号开幕的第一天，也会邀请这个知名的这些游戏公司的 CEO 啊，一同来分享参与这个游戏产业的机会还有挑战啊。我们一面我们要让这个国际的友人能够了解台湾游戏产业实在是有无穷的潜力，那另一面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也能够啊，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精英啊，将来能够有志哈、啊、投入这一个啊非常具有潜力的，而且越来越大的游戏产业啊，那掌握宅经济的机会，希望大家都能够为自己玩出一片天啊。那最后，我非常谢谢大家能够拨冗来参加今天这个记者会，那我也预祝大家满载而归，事事顺心。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杜总干事。